撑起乐坛半壁江山的汪峰，9月29日中午在微博晒出几张自己住院做治疗的照片。他提到自己忙着巡演，好不容易结束工作，庆功宴多喝了几杯，就大病了一场。可是第二天就要举行演唱会，所以希望有奇迹出现。而从汪峰曝光的照片中，他躺在床上打点滴，脸上还戴着氧气罩，看起来有点痛苦。不过他左手无名指上的婚戒真的很抢眼，一下子就吸引到网友的目光。有网友亏他半壁江山倒下了，调侃他这样大概还是无法上头条，但多数粉丝还是为他打气，希望他早日康复。搜狐视频娱乐播报综合报道。撑起乐坛半壁江山的汪峰，9月29日中午在微博晒出几张自己住院做治疗的照片。他提到自己忙着巡演，好不容易结束工作，庆功宴多喝了几杯，就大病了一场。可是第二天就要举行演唱会，所以希望有奇迹出现。而从汪峰曝光的照片中，他躺在床上打点滴，脸上还戴着氧气罩，看起来有点痛苦。不过他左手无名指上的婚戒真的很抢眼，一下子就吸引到网友的目光。有网友亏他半壁江山倒下了，调侃他这样大概还是无法上头条，但多数粉丝还是为他打气，希望他早日康复。搜狐视频娱乐播报综合报道。